今天要给大家评测的是上一期评测中提到的另一把由横山正在2002年制作的 Morris S121R。区别于 S131R， 这把121的配置采用的是红松的面板，桃花心背侧，弦钮则采用的是勾透开放式18:1的弦钮，其余的配置则完全是一样的，桃花心一体的琴颈，乌木的指板和下马，音孔和琴体边缘采用的是彩背包边。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一把 S121R 的表现。